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学习一下藏文辅音字母的第七组。那么第七组是 rad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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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de。 好，那么第一个字是 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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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。 好的，那么它的发音部位呢？发音部位是舌尖后。对，是舌尖后，对吧？ ra ra。 好，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？发音方法是浊擦音。好，那么我们一起读一下 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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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。 好的，那么它出现的时候有它单独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独立成为一个单词，那么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山羊的意思。对，山羊的这意思，对吧？好，那么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另外的音节 ra wa ra wa。 那么 ra wa 是什么意思？ ra wa 是院子的意思。院子还有这个场地，场地的意思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的地方，对吧？也就是啊，洛切扎瓦，洛切扎瓦，洛扎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前面已经学过这个马，对不对？大，大，大拉是什么意思？大拉是马圈的意思。对，很好，是马圈的意思。还有羊圈呢？羊，羊圈，羊是鹿，对不对？鹿扎，鹿扎，大拉，大拉。这个是羊圈，还有这个马圈的意思。好，扎。ra r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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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a。 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来写一下这个。好，好，那么他写的时候是字左向右写。好，第一笔是横，竖。好的，那么这个的话特别简单，是有三个笔顺组成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写完了一个字体，后面必须要写上这个分字点。好，那么这个 ra 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往下学。第二个的话是拉拉拉拉。对，它的发音部位呢？发音部位是舌尖中。对，舌尖中，拉拉拉拉，舌尖中。好，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？发音方法是浊边音。好的，一起来读一下，拉拉拉拉拉拉。那么这个拉的话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单词，是这个山路的意思。拉拉拉拉。那么这个拉再加上一个相同的一个字，拉拉拉拉拉拉是什么意思？拉拉是一些的意思。对，一些的意思。好，一些学生去打篮球，一些学生去踢足球，对吧？露出拉拉，对不对？露出拉拉刚才不是给挂轻不是是吧？还有露出拉拉拉这波了给挂轻松，对不对？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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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这个我们书上有的这个拉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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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拉恰是什么意思？拉恰是子交。对，是子交的意思。好，拉恰拉恰拉拉拉拉拉拉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写一下这个字体。首先是一个横。好，那这个笔顺的话一共都是有几个？拉一共有五个笔顺。对对对，很好，就是由五个笔顺组成的。拉拉拉拉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吧？好的，那么下一个。好，那么下一个这个字体的话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学这个鱼的时候，鱼肉，对吧？对。鸟下鸟下学过吧？好，那么这个的话也是下下下下。好的，那么它的这个发音部位呢？发音部位是舌面前。对，舌面前，下下下下。好，那么它的发音方法呢？发音方法是轻擦音。好的，那一起试着读一下，下下下下下下。好的，那么下是肉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肉的意思。那我们这个第七组里面的第一个是山羊，对不对？那么山羊肉呢？怎么说？是拉下。对，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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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学过的这个鱼肉呢？拉下。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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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学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说一整个一个句子。好，我吃我学过，对吧？我吃鱼肉和羊肉，怎么说这个句子？我拉下汤。拉下饲牛鱼。也就是说我吃过鱼肉和羊肉，对不 对？那么这里面没学过的就是中间这个连词汤啊汤，对吧？这个的话我们后面这个学这个语法的
时候我们能学得到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句子。啊啊热下汤热下汤娘下娘下三牛鱼三牛鱼啊三牛鱼，也就是说我吃过，对吧？我吃过鱼肉和羊肉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下下下下下。好，那是我们一起来写一下这个下。好，首先是一横。好，那么这个看上去像一个 P 一个 Q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边上一个撇，这个一定要写上。那么这个的话一共就是有四个笔顺组成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一起来读一下下下下下下下。好，那么这个就记住了吧？记住了。好的，那再看一下第四个，第四个是撒撒。撒撒。好，那么它的发音部位呢？发音部位是发音部位是舌尖前。舌尖前撒撒撒撒。好，那么它的发音方法？发音方法是轻擦音。那试试读一下撒撒撒撒。好，那么它独立构成一个单词是什么意思？撒是土和地的意思。对，也就是地的意思，对吧？土和地的意思。好的，那么它的话地方怎么说？地方的话是撒恰。对，很好，撒恰。那么这是什么地方？撒西迪卡巴勒，对不对？对，撒西迪卡巴勒。好，那么这是西藏大学的彭州罗布切木里，对吧？撒西迪卡巴勒，撒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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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还有我们学过的这个前面昨天已经学过，对不对？昨天卡萨。对，卡萨卡萨卡萨。撒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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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萨卡萨。好的，那我们一起来写一下这个字体。 好，首先一横。好，这样写下来一共也就是有五个笔顺组成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撒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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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七组。ra ra la la xia xia sa sa ra la xia sara la xia sa。 好的，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比较特殊，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就是第七组的话都独立构成一个它独立的一个单词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个第七组的话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的。